这个吃这个无草车，对，听说很厉害。因为它的那个价格是就是顶泰丰的就是一半。对对，那它这个好像是好吃度一样。对对对，就好吃度一样，但是价格是一半。他赔在抢，小心烫哦。来，我先咬一口。爸爸，可是怎么这边没有标示牌让你看的？说什么？看什么？这边有标示牌。我等一下。来，给大家看。我得给他们看了。嗯，谢谢。哎呦，这个冰了，有很多汤汁哦。你看吗？丢到卫生盒。我不丢到卫生盒的话，就丢到我手机里上面。阿美，再按那个关起来。妈，不要按那个哦。来，妈不会。那个，快吃快吃。哎呦，快吃。那个叫老板可以吗？吃饭可以讲话。加点姜丝，哦。胖胖不要吃。就是肉。先把它的那个，先把它的汁用再放。妈妈用。他手都拉这样。这样就好不好？宋妹真的是有法好。我已经吃到这个。阿东，你先把这个面包都吃。可以啊。啊，那边我不会有办法吃。你还是应该绑车上会比较好。但是不行，他车上会站起。对啊。你觉得这边？这边不会站起来了。他跑超过来了。这个汁都灌在里面了。然后有网友分析他的肉炖得很嫩，哦，他觉得他的牛肉面，对，比如放得下来。等一下，对，他觉得他的牛肉面是全牛最好吃的。哦。这么厉害，牛肉面一定要喝个汤，对不对？好，等一下给你吃。等一下你来吃。好好，没问题。来吃一条看看，这条走够长。再小一点。慢慢吃。你看看。好像战场了。他辛苦了那么久，这根本是公盘嘛。妈妈很像那个伙食家，还有没见过？来，这个我拿给你吃。谢谢。不会，这个很怕你们要小心。好。哦，我要吃这个肉肉。好，没问题。这个就是排骨啊。啊。阿美，给大家看，这个说很厉害必点的那个排骨蛋炒饭。不辣，不辣。看每一桌都有。这个不辣。在那个鼎泰丰也有这个排骨炒蛋炒饭。哦。妈妈点一汤，没有肉吗？妈妈。我给他蛋炒饭。你先吃完那个面，妈妈再给你。哎，姐姐，想去看那个寿山旁边的阿姨。我喜欢吃寿面。真的吗？阿美，他很想吃，他就是半斤的哈，半斤半肉面。哇，对。谁啊？你吃这个牛筋。我觉得爸爸。这牛筋很好吃。我讲话小声一点，因为这边很多人。我点的是这汤头是我爱的。嗯。哦，对啊，它半斤半肉面也不错。嗯，它的那个家常面，很 Q， 不会吃到那种面的那种腥的那种感觉。
他喜欢吃他的面呢。嗯，好吃啊。面 QQ 的，嗯，我还把这个吃掉，我把这个收起来。谢谢。我刚有吃到，你有吃？我有吃了，我吃两颗了。对啊，然后吃掉，我把这个放旁边。哦，我这个有加辣的。它到底辣不辣？牛肉花干，蛮够味的，我觉得。来跟大家打招呼，但是镜头看不到我。好久时间又穿制服鞋。不用。也吃了炒饭。因为鼎泰丰最厉害的，好像就是他的炒饭。是吗？就是他一定要去点炒饭，因为他炒饭的那个菜比较咸。他炒饭就是蛋炒饭，就是粒粒分明，像黄金一样。他每看到食物都在疯狂，他很疯狂。他排骨炸的蛮香的。嗯。他排骨就是我爱的，很薄的，没有薄，就是没有沾很多粉的。很薄的鲍鱼，然后肉很香。不会晚上在睡觉，然后我们在吃东西，奶奶也会闻到起来。对，没错。他只要一起闻到东西就想吃。你要吃一点饭饭。嗯。你吃一个饭饭。对啊。这饭饭味道。凉面是不是？那超好吃的。只是不辣。我就需要两碗牛肉面就好了。要汤吗？好啊，然后还有一个肉。我们还有饭。对。要肉吗？要。如果他不要辣，他就没辣。但我觉得他的炒饭会觉得太单调。嗯。个人不喜欢这样子的炒饭。它美。它的味道就是它的。它炒的，我觉得它炒的蛮好的，但是它就是味道比较淡，就是我很清淡。嗯。至少泡了一个。真的。泡面好吃。我想尝一下。有一个果实。真的耶，就是推不走它。前几天才看那个果汁片，超意是这样子。这南博士真的很恐怖。他现在这个状况，我们吃的超狼狈的。我都吃的很快。对，他这个牛筋弄的很好，他吃抓这个饭。他这个牛肉面真的好。然后呢？今天上次好像没有吃到排骨啊。是哦，他聪明，他就是说你要点排骨的话呢，就是要连炒饭一起点。他没手擦一擦，他手上好油哦。嗯。算了，就让他这样了。喝水吗？这里啊，这里的水。嗯。还没。我喝水。嗯。
都跟人打过，就跟人打过，连那个做爱情身体都这样。对。那我看，但是就是我觉得他的价格，所以就是我两个小鸡蛋，我吃掉，就是比那个鼎泰丰再便宜一些，因为没有便宜，没有到很便宜。然后就是，但是我觉得他们就是这样子的价格，我觉得吃起来其实味道不是很好。它东西就是相等的这个价格。我就坐在这边呢，我那是刚好就是跟我儿子来的。我只说，好像这个别的设备都没有，我们从何来？真的是没有，他临时不是有，对，不是本来就有吗？那如果有人就是临时的话，就要过去支援一下。那这边很多，好好好，娜娜很早饭。好了，娜娜很早。啊、我先关起来好了，就先跟大家聊到这边了，太可怕了，拜拜。